台湾第一个以上市上柜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所组成的中部上市柜公司精英联谊会，扮演着大台中产业交流的重大平台。这天在乌日清新温泉饭店就举办第28、29届的会长交接典礼，由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的董事长廖子存接下了重任，将发挥自身媒体的影响力，多角度来打造中经会暂时的地位，也擦亮社团品牌。经济啦啦队活力开唱，就如同中青会即将迈入30而立般的朝气活力。由中部上市贵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所成立的中青会，这天在乌日清新温泉饭店举办第28、29届会长交接典礼，现场与会贵宾云集，纷纷捎来展望以及祝福。我相信这个棒棒都是强棒，有过去的基础加上他的用心，也一定能够带领中青会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境界。这是云林的荣耀，因为云林的女人要来接任我们中青会的会长，所以我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，感谢所有中青会呢给我们廖子存一个很大的肯定，然后相信以他的这种事业的企图心，将来一定能够造福更多我们企业界的好朋友。今天的这个即将接任的会长是女性，那今天来的四个县市长也都是女性所以我们女性继续加油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三条来好不？请尖叫。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尖叫人，中青会在28年前创立，带领许多企业前行。副总统赖清德也有感而发，中青会扮演企业跟政府之间的桥梁，企业之间就如同大家庭，互相砥砺。未来所要推动的多项目标，更是让中青会更上一层楼。如果以台湾的经济实力，经过几十年来的打拼，大家的成就已经在每一个州去投资了，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重组当中，大家都占有一席之地了。所以我认为台湾绝对在经济上面有能力成为日不落国。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董事长廖子存接下第29届会长的重任，以构构中青向前行为主诉求，运用自身的媒体资源，以多角度打造中青会的钻石地位，不仅要擦亮中青会的招牌，更要立足中台湾，掌握市场脉络。中青会里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上市柜的公司，那么这样的一个航母呢，事实上有很多的责任，可以带着我们很多的小航舰或很多的隐形冠军的企业，能够大家一起成长，一起茁壮，在里面交流联谊的平台，可以将来出海或者是到其他领域去发展的时候呢，大家能够携手共创。中青会一直以来扮演着中部地区产业交流的重要平台，会员们持续互相学习成长，累积能量，打造共好知识库，发挥企业 ESG 的责任，将中青会关键影响力带到台湾各角落，让中青会钻石般的光芒照亮社会更多面向以及观点。谢承博汉、陈昭安，台中采访报道。